1900年，中国，敦煌，莫高窟。一声巨响，惊动了居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。忽然有惊雷响，忽然山裂开了。我带着工人用锄头挖，发现一个藏经洞，内藏典籍万卷。秘藏的典籍沉寂了近千年，莫高窟的藏经破壁而出，重回世人面前。清朝末年，积贫积弱，敦煌藏经命运多舛，流散世界各地。1910年，部分经卷被运到京师，所奠之典籍、写本和抄本皆有千年历史。快看，竟有上古典籍《尚书》，这是我见到的尚书文献中最早的传世文本，弥足珍贵。我国人当把此国宝守好护好。现在16000余件敦煌藏经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位列四大镇馆之宝，尚书便是其中一部分。尚书被称为正书之祖，史书之源，相传或为孔子晚年整理编纂。书乃上古之书，上古史书，3000多篇，太多了，不易读，不易传。3000多篇，编选100篇，更易得精髓。书，百篇，选了数年。书，百篇，为何而选？书，百篇，何为精髓？问得好啊，为何而选？何为精髓？上古先贤的言行记载在书里，让后世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。知先贤治政之本。读书而知朝代兴废之由，知朝代兴废之由；知个人修身之要，知个人修身之要；知先贤治政之本，知朝代兴废之由；知个人修身之要。好。在典籍里的中国，让我们一起识读尚书。